起鼓来架势十足。十四岁的黄振谦其实双耳都有听力障碍，两只耳朵都是听力障碍，就是85分贝的听损，所以只能听到很微弱的声音。对，飞机很大的声音，我们听起来很吵，但是在他本身听起来是这样子的声音而已。对。还有13岁的弟弟黄生和也跟他一样耳朵听损，但兄弟俩透过打鼓找回自信，也鼓励现场许多慈济照顾户。你不管是做什么事情都要认真，然后那个你一旦认真，成功就会来找你。可以互相不顾，然后也可以互相支持，然后也可以互相帮忙。38岁的林小姐因为先生家暴，独自抚养两个女儿，会帮她捶背。女儿体贴懂事，妈妈也趁机会教育。曾经帮助过我们的，我们当然就是说，也想说以后有那个能力，就是教导就是小孩子去帮助别人需要帮助的人。把握付出的机会，让爱的循环像涟漪一样越扩越大。大爱新闻王昭忠、陈明义高雄报道。